我从小就在那东北长大，寒冷的冬天飘着雪花，红红的干辣椒长外挂，穿着那大棉裤去打球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别唱歌，你别照我。今天晚上是我俩第一次直播，然后也都有些紧张，也不知道直播效果能咋样。然后感谢网友都来支持吧，我跟大胖呢也在直播间准备了一些礼物送给大家，然后晚上7点钟直播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